亲密。巴拿新发现六合彩女郎三十三丝粉吻我捐贫血。依家大台嘅剧啊，晚晚唔系蔡思贝咧，就系陈凯琳啊！真系睇到啊，包打门同师奶啊都惊惊啦。当各位以为大台系闹花旦啦、小生方嘅时候啊，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啊！就好似今早 Facebook 同大家报道过其中一个沧海遗珠彭维忠一样，大台系有唔少令巴打印象深刻而又冇俾大台重用嘅艺人噶，例如呢位喺 J2 台出现为大台主持六合彩嘅 Mark Six 女郎范文雅。其实今年29岁的范文雅已经加入大台接近了4年了，她在2012年代表澳洲墨尔本来香港参选国际中华小姐竞选而加入大台的。加入大台之后，她主要都是主持六合彩，甚少甚少有机会参与剧组的演出咯。除了六合彩之外，范文雅都有为大台 J2 台的节目三日两夜主持过几集，当中佢更加有多个性感镜头啊，睇到巴打门啊眼都突埋啊，所以引起唔少巴打留意佢。但大台除咗出名制作时时弹弹之外咧，都好出名浪费人才嘅。嗱，好似陆俊光同埋周嘉怡离开大台之后，人气急升啊，获得劲多人力赞有实力。Coffee 林清宇俾大台炒鱿之后，更加广告电影接唔停啊！真的不知道閒情為重同埋六合文雅有冇諗住另謀一片新天地呢？屬牛的朋友，後年人緣運極佳，有好嘢梗係要出嚟俾一眾巴斯打啦！各大討論區日日都有潛力潮聞 ，Facebook 一早幫你精選曬啦！